欢迎来到阿健的宠物园。今天来看像一只大头鹦鹉雏鸟，状态挺不错的，把它拿出来。还不太好拿啊。手都被咬出一个印子了，这小家伙挺凶啊，品相挺不错的。还想咬我啊？已经被他咬了两下了。不能再咬我了。大家知道这只大头是公的还是母的吗？请把答案弹幕在公屏上面。小家伙在阿健的手上越来越放松了。鸟儿一旦在你手上整理自己的羽毛，这就是它对人已经放松警惕感了。阿健把大头鹦鹉放在凳子上了，让它熟悉一下新家的环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小家伙对阿健的信任感越来越好了。对待刚到家的鸟儿，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，能够让鸟儿轻松上手，是建立在鸟儿对主人有足够的信任感。小家伙一直在整理自己的羽毛，它已经对新家非常熟悉了。这里是阿健的宠物园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